节奏慢慢的。对啊，这款他们说一比较像解谜游戏。这样怎么还恐怖？气氛啊，恐怖啊，又没有声音的诡异背景音乐啊。然后我也没声音，是因为你把声音转掉了。我转很小声。他硬要这样开门就对了。对啊，他就说这样开门。他如果有东西会冲出来，就会这样冲还是？他好像会给个剧情吧。这样。就想到了鬼舞者的画面。哎呦！看那干嘛？你刚刚干嘛？我们刚刚，我们组了一个故事协会啊。干嘛？我是三明灯之一哦。为什么要组故事协会？因为我最近在看《哈利波特》。剧情。谁快回答我 ，Bunny？有怪物，枪没有用。羊馆的外面，靠近森林附近有怪物。不要靠近森林，不要靠近森林。靠近森林。不行，我会死掉。剧情不是就叫你靠近森林吗？他是叫我不要靠近森林。可是通常这样讲，不是就是让你走到森林？那你们组巫师团干嘛？没有啊，好玩而已。最近比较无聊，我们这样转去搞个东西。那你可以在那陪我一下吗？对啊。你可以坐椅子啊。我今天、啊這個、我们今天去问的那个问那个高雄的，不是高雄那个，我们去问那个以前的学校的老师了。嗯。或者把准考证拿到之后，把号码给他。太好了。我不想读资管。那不然要读什么？设计类吧。我要怎么满足这些狗狗？为什么你要读设计嘞？红色眼睛的石像上面记载着什么？复仇的雄叫。放枪毙！他说我要当武士。新干爹。S A Y G R E A T， 干爹你好，谢谢你订阅我。你有造型干爹？这里啊，聊天室显示。哦，对，又看他们那个唱歌是因为聊天室显示，不是因为唱歌。没有，那可以设定的，我之前有设定的，可是我觉得它很吵，我就把它关掉了。自己听得到？对啊。那统神那不就吵到炸掉？啊，那喜欢。我下次因为我没有设定好了。蓝色眼睛的石像上面记载什么？破灭的。那、啊、我要怎么满足他们啦？所以是那个在转来转去那个吗？看来是两个一起看吧。是这样吗？你又要吃麦当劳？没有说他偷吃麦当劳。不行。那你在干嘛？移动啊，转方向。这真的不会垮、啊？不会的。我跟你差30公斤。不会。WEK 833。嗯？那你觉得这个账号有点眼熟？
干爹你好，谢谢你订阅我。现在在接你。反方向是怎样？你今天有遇到恐怖的事情吗？你说游戏吗？对啊。他要干嘛？我不知道要转哪。我不知道要转哪。他都要去撞箱子。按转他要干嘛？他屁股对屁股，解谜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周末。可是你没听到声音，怎么知道我们僵尸来攻击你？他们，我就走很慢啊。要两个屁股对屁股。这个还是很恐怖的游戏。不会，那个很简单。谁买的？上次那时候。桌游很贵的。师团，然后跟对面打，然后对面塔杀反杀，然后全部领格莱芬多加20分，在那跟对面闹。啊，对面有理你了吗？真的崩溃了，啊，对面就五沙包，更崩溃了，崩溃。我们在那格莱芬多加的，哎，他摇完。我过了。他现在什么都要玩了。钻到窗。他先拍一下。过你有破关过吗？当然没有啊。赶快！有鸡腿。有。给我，我要吃。有。各自。你要分享啊。我可以先把这几个乌鸦杀死。你现在放音乐是因为你会害怕吗？是卡卡，因为太安静，他听到声音他会一直叫。不知道要干嘛，不知道这要干嘛。杀乌鸦会怎样？他们叫我，叫我要跑。跑？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为什么要跑？哎，我叫超跑。干嘛跑？男生的声音是我弟。卡卡。小屋。他打你啊？对啦，他突然打我了。为什么人打不赢鸟？还是他是僵尸鸟？我不知道，他玩玩个沙包。莫名其妙被打了。他要吃小屋在哪？啊，好累，我真的超级紧绷的。不用紧绷啊。贝利说打不死的僵尸，他不能跑步吗？对啊，我害怕。你射击是用滑鼠射还是用键盘瞄？滑鼠。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什么？我叫什么名字？这个角色叫吉尔啊，你有看到《灵魂电影版》吗？你说哪一个哪一集？我忘记了哪一集。对，吉尔没有印象，是那个吗？那个谁啊？克里斯的妹妹啊。没有印象，电影版有出过，有他、啊。但好像我这有草哎，这有草太不屑，可是我道具还满了。他软趴趴的，那你发一个，好可爱啊！抽抽你，我上面有很多绷带，有一些血迹。获得中庭的地图。哦，克雷斯的妹妹不是吉尔。还是吉尔是他女朋友。我只知道李阳。对啊。粗糙的床，你久没有使用。这哪里有箱子？跟我合照啊，当然可以。可是我的箱子，箱子你有看到很大的箱子吗？礼拜六。对啊，你要上台北哦。麦咖啡见面会啊。你要当天来会哦。没有，然后礼拜五就上去。哦，在这。卡卡冰冲，卡卡花生，牛奶花生。他是很无聊，他都是一个这样滑过去的，然后刚好配上那个《冰雪奇缘》的那个 BGM， 他就很可怜，这样滑过去的。他没有很可没看到箱子，感觉好无聊。屁耶！我要吓死了。我一张亮的，一张亮的是什么？手把。所以你是故意慢慢走，还是要怎么样？